这是用高速摄影机拍下来的珍贵画面，你要再多啊！哦，真的穿过了十层钢板，哦，太帅了！这比任何电影特效都来得更真实、更有力量。哇，这个真的是烧穿的，对，这真的是烧穿。哦，穿了，穿了，穿了！哦，在这个位置确实打出了一个4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大的孔径。 可以说是接近10瓦了，太棒了！咱们看看后打的，真准。对，第二层透，第三层装甲也透，没问题。第四层透，哎，越来越大了。第七层穿透，是因为它后来爆炸了。第八层穿透，第九层穿透，还有最后一层穿透，十层全部穿透。